我会不去了。我们不是早上就搬过来？他们是新搬进来的住户，韩善美小姐。你姐真的混得不错。这也很高级耶。我们就演下去吧。我们会住在这边，是因为你欠钱哦。万一被发现、被知道了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欢迎您加入天虹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《犀利人妻》温升豪和隋唐，暌违13年再度于三立都会台州五星系，《亲爱坏蛋》演出夫妻，让观众相当期待。《犀利人妻》2010年播出后，掀起全球追剧热潮，剧中谢安珍一句可是瑞凡，我回不去了，成为经典名言，更引爆小三话题。小编这就整理了《犀利人妻》经典名场面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为什么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？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咖喱饭啊！咖喱饭又怎么了？我最讨厌就是咖喱跟饭搅在一起，然后端上桌。我是想先帮你们都弄好嘛。而且饭跟咖喱搅在一起跟饭，它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啊！我喜欢饭跟咖喱分开，然后干干净净的端上桌。 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，你从什么时候不喜欢？我一开始我就不喜欢。如果以前的我，我拍子都摔在地上了。以前的你？对，以前的温瑞凡，你谢安贞一点都不了解。为什么不说？你说了，我就不会把他们搅在一起。我讲的有用吗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要这样对待我？你们两个在我床上，你不觉得脏吗？ 你想骂什么？一次骂完。讲完了，我再回答你。你知道比外遇更可恶的是什么吗？是欺骗。你忍心看我担心他、照顾他，却还在欺骗我？你忍心看我因为你的改变吓得不知所措，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？ 你还在欺骗我！你们两个在偷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把我当笑话讲？现在真的好笨，都那么明显了，还没有发现，还相信老公？
不是笨，我不是没有感觉，我是愿意相信你。什么都给你了，你要我又说对不起吗？说一千次，说一万次，你满意吗？对不起算什么交代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从窗户跳下去啊？一个样，永远口是心非。我对伟恩这么好，背着我跟我老公在一起，跟这种忘恩负义的女人在一起，你不害怕吗？你要说就说我。你干嘛扯到韦恩啊？难怪你们那么合，因为你们一样，一样阴险，一样贱。反正我不想跟你说了，再吵下去也没有意义。不如现在签字，签了。签了，我为什么要成全你们？没有那么容易。你不要赌气，你阻碍的不只是我，还有你自己的未来。签了。你干什么？我求你好吧。我瑞文。签了。那你也放我走！签了，签。签。真的希望用我剩余的生命去换一天不是特别的一天，是平凡的一天。你在厨房做菜，我跟某某荡秋千。我一进门的时候听到你喊回来了，然后闻到饭菜香，接着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无聊的电视，然后你抱怨说最近菜价又涨了，
哪一个邻居又搬走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上八个小时。只要这么一天，只要这一天，我觉得就算我死掉了，我也想要回到这平凡的一天。是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